看水往旁边跑。什么意思？你看水往旁边走。那边走。他们是高的还是低的？高的。好，我们走过去，走过去。这就是水往上流。要走，继续走。什么意思？跟着叶子走。你的叶子嘞？听不懂什么意思。你看来，你蹲下来，哪里是高的？水是往高的还是往低的流？往高的流。那为什么叶子会往那边流嘞？因为这里就是水往上流。水应该往那边走，然后往。水应该是往高的还是往低的？往低的。啊，为什么这个叶子往高的地方走？好，你跟我一起走过去，走过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待会给你讲。